吃。莴笋去皮切成段，然后再切成厚厚的薄片，再从中间划上一刀，开口即可。锅中水开一勺盐，一勺食用油，放入莴笋，这是烫蔬菜翠绿不发黑的关键，焯烫30秒就可以捞出来了。过一遍凉白开更爽脆，然后从中间翻转过来，整齐的摆入盘中。碗中蒜末小米辣用热油烫出香味，倒入一圈蒸鱼豉油调味，再用勺子依次淋在莴笋上即可，脆嫩爽口。